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岩三胞。就在刚刚看到 PS4 版的《Anubis Zone of Ender: Mars》的体验版释出了，所以就打算玩玩看。我之前看到八版上有人说，不知道什么，好像体验起来比起之前的 PS3 版还要糟。不过那也要等我自己体验之后才好说。虽然这次有 VR 的体验，但是我没有 PS VR，所以就无法享受到新的内容。但是说实在话，当 Konami 变成 Fuck you Konami 之后，基本上不太考虑买它后来发售的游戏，反正他们也没做什么游戏嘛，只是把那些以前的 IP 拿出来利用，真是令人难过。当初三代原本预计在61 HD 合集之后不久应该就开发当中了。可是当初 PS3 版的61合集 BOSS，所以就连三代计划也一起砍掉了。不过我后来想一想，应该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，Konami 已经没有心要做认真做 TB 版的游戏了吧？很可惜。就来玩玩看这个体验版。操作就不用了，大概知道。我的记忆还很新呢。了解。ポイントゼロ四。怎么感觉它这个画面没有提升多少？还是我忘了把解析度调整回来？哦，但有一个新的点，就是它那个叫什么？声音是 Ada 的声音是从那叫什么？你看到、对，PS 的时候把它用回来的。那就没问题了，差不多是这样，没什么变。唯一的不同，刚才就是 Ada 声音从手把里蹦出来，让我吓到了。应该这体验版打到阿努比斯而已吧，阿努比斯，虽然这里前面也不用找，他不可能打到我的吧。好，反正这里有慢慢的说明。这读取时间是不是比 PS3 还要久？错觉吗？等一下应该中断点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打，会听到告白，Dingo，お前のこと好きだ，回来我身边吧。好，解除。然后按一下是也是解除啊，那有什么差？Take it 怎么样啊？抓起来？现在好像也还没防御那个应该还是有啊，但那招基本上没有用。还是有用啊，点冲过来的时候，目的地设定还可以标地图。没有啊，对啊，上海已经标好了。我讲现在没有什么武装，一开始吧。Kick 怎么按不出防御啊？防御我想看到是叉叉，不，上下叉叉，L1 不是吗？怎么没有啊？算了，反正也不会，总不可能在这一开始就死吧？自己还没有看过在一开始就死的人，难道我成为历史性的那名玩家，在一开始教程就可以死了？哼，这还没有比较快。
没问题，那是一个前期的 A 打。哎，他叫我按 L2 锁定，可是我怎么按都变成解除锁定啊？还是推右类比才能换敌人啊？他在骗我吗？好，再看下去没有结果。既然这时候我要往后退，可是我刚才好像按错了。怎么感觉速度感有点变慢的感觉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还是因为我对 Konami 的恨意让我把这个游戏自动贬低了一点。Hikka メタタロンショルク。OK、バスター攻撃開始。不用你教，我知道。虽然谢谢你的贴心，但你已经是心有所属的女人了。林狗，这小坏坏，这样之后我记得他说他们并没有拿那些人怎么样，采矿的同伴们并没有杀死他们才对吧，我记得。海德啊，给你不会有事，你无法驾驭的。这样从这一开始之后，你就是一个累赘了。我记得打之后他就没什么表现了，指路的时候算是有表现吧。一旦防御到底是哪个键？想不起来。摩西托，阿万，哦，阿万哪万呢？那为什么我刚按的时候没有啊？跟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设过这按键。我这样不能挡太多。嗯，我记得是要跟他击剑，对，那不要后面的样子。啊，还没把它用掉。不过没他，他这应该是普通难度。哦对，是要防御之后接着攻击，一开始最简单的叫你防御。让他放这个时候，先把他全部射掉，再接近他才有办法。啊，好像错失了一点。哦，这个不要躲就行了。啊，这样会买这片的应该都是之前有玩过的人吧？我想不太到之前上一个世代没上一个世代没玩过，然后上一个世代没有补，然后这个世代还是在想补的人。实在想不太到会有这种人，尤其是对
对，孔娜变成这样之后，还会想买他家游戏的人。我记得上一片那个 Metal Gear Survive 好像只卖几万片嘛，超惨的销量。应该还是有啊，就是单纯看待一款游戏的人，然后想体验看看。不过应该那种人很少吧，听到 Konami 的恶名。Dingo 就是你爸当初一直提到的那个男人。好，那两个人之后永远不会出现了。哦，果然，那大概是打到阿努比斯那里吧。镜头还可以拉近，这里画质有变高，看得出来。墙壁跟之前看到的差别蛮大的。步行战车蜘蛛 Spider 啊，能抓的，要不然还有防护罩。应该可以抓墙壁那个。啊，算了，我刚才想冲过去抓，但不知道怎么没有抓到。虽然他在挥攻击我是知道，可是那时候我应该按着，在他挥砍之前我就按下去了。OK， 这时候还没有叫我拔墙壁的那个柱子，接下来才要。啊，很错。啊，我偏偏不用丢的，我用砍的。老说是因为我不然把那个柱子给用掉了，把它打坏了，要不然还有2根。没啥特龙。远距离执行太平一啊，那就把这个砍掉就行了。啊，顺便就丢一下。Take kick out。哎，按错了。我刚才想机器直接把它砍掉，但应该边漂移边砍就好了。锁定解除，应该拿着去挥应该会比较好。Doctor Kika，Kiki Kika，Meta 头龙。离火星很远了，因为已经得到想要的东西了。没错，就是这台机体 Jift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也有必须要确认的事情。指挥官，难道是？萨雷路亚，
熟悉的机体，熟悉的声音，但里面只是 AI。好好，这铁板直到这里。这是他这是新推出的 VR 视角体验，但我没有 VR， 所以无法用到。好，前男友跟现任男友的对决，刚刚。应该糟糕的是他这第一视角的体验吧 ，VR 方面的体验，想体验看看到底有多糟。不过基本上我不会买 PS VR 那种实验性的产品，也不是实验性的产品啊，反正比较未成熟。除非将来有什么大作可以让我体验，我很想要的话，要不然基本上我不会买 VR， 等它进步之后再说吧。啊，努比斯。CY Games 2018 September 9月啊，关于 MAS 的有 4K 的画质哦，而且你可以进入 VR 体验哦。哦，好哦，初心者的训练哦，然后场景哦，啊，还有全新主题哦。啊，但是总结一句 Fuck you Konami， 还我 Long of Ender 3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这个体验版感觉没差多少，骗钱用的吧。我也不觉得他之后会再做什么新游戏。我记得他们足球那款好像也终止合作了，实况野球还有在做，然后其他作品好像都没了吧。所以基本上不用再期待 Konami 会拿他们 IP 做出好的作品了吧。永别了 Anubis Zone of Endas 啊，虽然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念错。